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森。今天我们要来玩一款曾经玩过的一个系列的前传。这款游戏它的名字叫做 Captain Spirit， 翻成中文叫做灵魂队长。作者没有说这个故事是不是跟就是本传有关系，但是他说了这个故事有就是连接到之后会出的 Life is Strange 2的样子。听他是这么讲的啦。那么在今天开始之前，如果 Bob 们喜欢这种类型的游戏出现在频道上面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看看今天可不可以突破2000个喜欢就好了。因为我知道这游戏超冷门的，可是我超爱。来咯， Go Go！ 这款游戏是免费的游戏，如果你有 Steam 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下载来玩的。看起来像是 The Long Dark， 不觉得吗？我喜欢他的 BGM。棒欸，他们家的 BGM 都有一种平静的感觉，我喜欢哦。还记得以前在玩 Life is Strange 的时候，我在每一集结束的时候都会坐在椅子上面听歌，对不对？这个篇章的主题曲吗 ？Power Bear， 右下角那个猪猪是《玩具总动员》的那只猪吗？耳朵好像大了一些。哦，是谁？是谁在玩飞机？他说这个星球是什么 ？I don't know. We've never been here before. 应该要有字幕的啊！等我一下哦，不好意思，设置字幕。啊，返回。Maybe we're on the edge of the universe. Ah! Hey, cool. Let's see if we can find some aliens. 外星人! Hey, the ground is moving. The planet's gonna eat us. We have to get back to the ship right now. 这家伙... Then let's get the heck out of here. 这家伙好像 Nathan 哦! No, the control panel's not working. 这家伙好像 Nathan 哦!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Hold on. Let me just give you a hand. 他是 Nathan 小时候吗?喂，耶！哦，是他的手啦。It's just me, Captain Spirit, who can bend all matter to his will. 对 ，Nathan 是中法。I still got the power. 可是，如果以后的 Nathan 是中法的原因，是因为他去染呢 ？Now I just need to make a cool costume. 还记得我在 Life is Strange One 的时候，我说过，如果之后出 Nathan 的故事的话，该有多棒吗 ？Cool cape to fly. Good thing I have one.如果是 Nathan 的话怎么办啊？我想要看到 Nathan 啊！我把一个东西调掉好了，我觉得那个字幕背景有点急的，这样。好想要是 Nathan 哦！戴面具还是不戴面具？不戴面具，不戴面具。No， 戴头盔。好喜欢他这种慢慢的步调。Yep, looks cool so far. 我可以自己设计啊。安全帽。What about the armor? 轻铠甲还是重铠甲？重铠甲都戴头盔了。拜托 ，Life is Strange 2主角是 Nathan 好不好？他知道 Nathan 这第一季的最哦第一章的最后面那句话真的是好感人，我觉得整个起鸡皮疙瘩哎。最后面那个真的是很难过。Could he be dark or colorful? Colorful， 彩色的。一定要彩色的、啊，那个是 Power Bear 吗 ？Poo， 上面是外星人，还有 Ninja。Beware me. Yeah. Watch out. Oh yeah. Captain Spirit is ready for battle. 超能队长。
好可爱哦。其实我想到我们小时候好像都很喜欢画画，对不对？哇，那字好美哦。The Awesome Adventures of Captain Spirit。 哇Hello, Saturday morning. 周六早上好。 Anything I want today. 史克威尔公司的翻译越来越好了。你还记得 Life is Strange 1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翻译很恐怖。I could do a training session with my brother. 好棒哦，画质感人。我们拿武器好，威力熊与洛克泰瑞斯。我要洛克泰瑞斯。我不需要吗？Just in case. 好，那我要拿武器，不能拿吗？哦，只能够观察。好不一样哦，他的那个出现的方式跟 Life is Strange 本体的出现的方式不太一样哎。画画可以观察，可以看纹身。It is time for my secret tattoo. Yay! Only my team will know what it means. 可以用上去吗？也只能够观察。他刚刚出现一个奇怪的字哎，按一可以干嘛？按一。What? 长按一来使用。哦，我的超能力就是粘上去吗？OK， 可以。我记得这种东西要沾水，对不对？哇 ！I can take the pain. At least I don't have to use any needles. 中了，中了到爆。OK，cool。我想玩的比较详细一点。我玩这类型的游戏的时候，我都会想玩的比较详细一些些。这是什么？ As good as mom someday. 哦，他妈妈是画家吗？我有点不知道 Nathan 他妈是不是画家，可是他爸应该是类似像地产的那种人。克里斯，既然你是想要既然你想成为我的超级英雄，这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看。啊，他不是 Nathan， 克里斯是谁啊？会不会是什么克里斯 Nathan？ 好像不是欸。 Nathan 的本名是什么啊？有人知道 Nathan 本名是什么吗？你有能力成为无法成为的人，我的生平之愿就是看着你拯救世界。我十分期待那一天的来临，永远爱你的超级妈妈。他不是 N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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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 Nathan。 维京之书，鞭炮盒子，有没有什么可以互动的、啊？游戏机，电视。他是不是已经按了开关了？他有按开关吗 ？Yes。他有按开关吗？等一下。哦，他手上有那个开关。Nathan 的全名是……哦、好 ，Nathan 的全名是……我马上就去。No！ 我要跟我爸讲话，我要怎么跟我爸讲话？对不起，爸。我是一个好孩子。Nathan 的名字之前是啊，哇，我刚没看见什么 Nathan Ian 哦。DVD 还有什么可以互动的、啊？昆虫旅馆，这是什么 ？Hey Spider Baby, I think you caught your lunch in your bed. 我以前养过寄居蟹。And there's a snail moving so fast. 你们知道吗？我以前养过寄居蟹。克里斯可以是中间名啊，对。打开看一下，你们有什么东西？喂，哦，斗篷，穿起来 ，Yeah！ 啊，是 Nathan Scott， 钢侠，所以他跟 Nathan 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好可惜哦。好，那我要带着这个去找 okay, 找。That's a good start. Yeah. Now it's time to build the rest of my costume. 好啦，好啦。Shut the fuck up！ 那、什么？按住空白键。喂。Give me one second。我还要做我的衣服，还没。Shut the fuck up！ 玩具观察。I could take over the town with this army. Or the world. 啊，我的铠甲要去哪里找啊？哎，吃掉，什么意思 ？Jeez, good job, chocolate heart. 哦，这是那个啦。国外的有一种阅历，就是圣诞节的时候。然后他们会有个倒数月历，就是每过一天呢、啊，他们可以打开一个小盒子，然后盒子里面会有一些小惊喜啊，一些巧克力啊，有点像是台湾的戳戳乐，可是他们会做成月历这样子。其实，在 Minecraft 啊，里面有类似像是这种地图，
在12月的时候啊，在 Minecraft 论坛上面就会有一种好多好多创作者一起去做一个25款小游戏合在一起的地图，然后每过一天呢、啊，你就可以去玩一款游戏这样子。好啦，爸，我在介绍。I heard it. I heard you. Jeez. 电视。好啦，我来了啦，烦呢、欸。哎呦，熊爸爸。熊爸爸，熊爸爸，哎，我觉得人物模组比以前还精致很多哎。熊爸爸，妈呢 ？Chris, you better come to breakfast when I holler at you, or else we're gonna have a problem. 熊爸爸 ，But I don't. This isn't a hotel, buddy. 熊爸爸 ，I got things to do. 你就放上去哦，熊爸爸。嗯，我可以用我的念力，然后直接弄爆他的头啊！倒牛奶，倒牛奶。那为什么牛奶看起来这么淡呢、啊？看起来像是科尔必斯，看起来像水。我的妈呀！哎、欸，就好了，至少他帮我煮东西，可以啦，原谅你。欧姆蛋吗？老兄，你一大早在喝啤酒啊？那是啤酒吗？还是沙士？爸 ，What'd you expect? A waffle? 我喜欢妈妈做的。I just like sunny side up. 啊 ，Like mom used to make. 啊，他爸妈分居。Yeah. Me too. 爸妈分居哦。That's not gonna happen. I know. You can't keep saying mom used to do this or that. 那、啊、你就这么凶哦？I know more than anybody, Chris. 啊，你就这么凶哦 ？I know. Okay. 嗯。Yeah. Okay. 哎呦。你大早在喝啥 ？You're drinking beer before you eat. Yeah, it's game day. What? Dads are allowed to drink early. What? Hey.I don't need a lecture from my son. Thanks.、Mm, okay. I don't drink that much. 好哦。这是什么 ？Beaver crack. I mean,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n this fucking town? Go to church like all these assholes? 这里是那个 Life is Strange、Sorry. 的那个的地方吗 I swear, okay. I don't. Superheroes don't swear. Looks like I'm off the team. Uh oh. Nah. You're cool.其实他们还蛮可爱的、欸，坏人，你是坏人，你那种天真男孩的感觉，不觉得吗 ？Hey, is your arm? 他的手 ，Okay, 是他打的吗 ？Looks better. Anybody yet? Ask you about it or say anything? 感觉像是他爸打的、欸。Well.It kind of hurts a little. Really? I can give you an ice pack and maybe one of my pills. No pain and no swelling. It makes me sad that I. 你看，果然是他。You got hurt. It's not that bad. I'm fine. Okay. 应该是家暴。Bother anymore. So you must be excited for Christmas. 然后又怕被人家发现的那种人呢、欸？你也是吗 ？Oh yeah, are you excited too? 啊，对了，阿卡迪亚海湾。I don't know. Santa probably put me on his naughty list this year, huh? Nah. Santa says you still get a present. What do you want? Whatever makes you happy, Chris. 可是为什么他会这么 gift ever. 他会对他爸这么好啊 ？Oh, since it's Saturday, are we gonna get a Christmas tree?You said we could get a real pine. 还是他那一天刚好喝酒，所以其实我们度量很大。But I just want to watch the game before we go, okay? But you always fall asleep. I won't today. And if I do, just wake me up and we'll go. 我一看先猜他会睡着。Okay. You promise? I do. I promise. 好吧，其实他爸看起来也没这么坏了。也许不要喝酒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坏了。I go take advantage of your weekend.好。Good weather outside for you to play. Whatever. You're free. Come grab me later. 好哦。Bye.
不要再喝酒了，三罐嘞。他爸在看篮球了。哦 ，whisky。他爸一定有什么酒精中毒成瘾症的那种感觉哦。哦哦，还拿在旁边哦，被看见了。有点糟糕，这种这感觉再过个五年十年，他爸会整个爆炸哎。哼，放冰箱，都是一些素食哎，泡面啊，有的没有的东西啊。我想去找我的铠甲了，我的帽子也还没有找到。我可以自己操控了吗？可以。Okay. What would Captain Spirit do? 按下这个还是哪一个？按下这是什么键 ？Enter 吗？按下哈，这是什么键？这个吗？哦 ，OK， 我想做有趣的事情。衣服要先找到，左上角亮起来了，也就代表说我还没有找到我的铠甲、我的帽子、宝藏，还有一些垃圾。我打赌，曼托伊德仍然藏在他的星球上。我现在需要装备齐全，用我的太空船去找他。好，站在那之前，我先使用我的超能力扫除。OK， Jesus, what was that?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in there? 那你妹妹那里呢？爸？哦哦，哦哦 ，Come on, come on, oh yeah. 看一下，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哎，对耶，泡面为什么要放在？啊，是那个啦 ，cheese 通心粉。我可以煮吗？我可以啊，丢掉，恶心！他好像 Frank， 哪有 Frank？ 哪有那么长得那么橘白？力量失控！超能力清除！The awful green things are flushed into space. 啊，好天真的游戏哦！微波炉可以观察啤酒罐，帮爸爸丢掉好了。哎，这是打扫模拟器哦。我是在玩变人吗？揍扁！单手直接捏爆他！ Seriously？ 捏不爆。我在玩底特律哦。打扫模拟器，购物清单上面写冰淇淋啊。Let's see. What do we need？ 好可爱哦。Ice cream。Yeah， 有，这样清单上面有 ice cream 吗？很好，我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啊？我想找我的衣服，爸，我可以去我房间里面找我衣服吗？衣服的话，还是我要去别的房间找啊？照片，篮球照片 ，Yeah，OK，、okay, 爸，你在这里，我的房间在这里，可能要找我的衣服才比较适合吧？可是。我还可以关起来，那我关起来要做什么？可以打开另外一边吗？不行，昆虫旅馆对讲机奖杯观察对讲机呼叫，这叫谁啊 ？This is Chris to the Flying Fortress. Come in, come in. 哦，外面有我们的堡垒。Roger, I'm here. I hope so, Sky Pirate. What do you see? Cool. Have you spotted Snowmancer? 死灵法师。Torn because of the storm. This is perfect cover for a snowmancer sneak attack. Eyes sharp. Keep me posted. 好。Yes, sir. Roger that. 所以他不是真的有法术。Thanks, Sky Pirate. 他是。Over and out. 他是。I know you're out there, snowmancer. Yeah, 死灵法师，我们要想办法狩猎死灵法师。喜欢的书，观察，我们什么可以互动的观察？我的衣服呢？篮球，投篮 ，Yeah. 嘿，嘿咻。我的篮筐在哪里啊？我的球好小啊！Airball. I should ask Dad to show me again. 可以吗？我可以叫我爸帮我吗？我爸应该不会帮我。游戏机、电视，我还可以观察吗？打开，再使用一次会怎样？啊，可以跳过。再使用一次还是一样。愿望清单，什么愿望清单啊 ？This isn't greedy. Right, Santa?
Plus, Dad will love that I want basketball. 好可爱哦，亲爱的圣诞老公公。I think I have been good. 我想我一直以来都很乖。这是一些我想要在圣诞节拿到的东西。第一个，我看不懂什么 play box， 什么游戏盒。第二个 play box console， 另外一个东西哦，黑色的哦哦，这是有点像 PS4 play box， 他想要的什么游戏？黑色的那个游戏，然后第三个是绘图纸跟笔，彩色的，然后他后来把它画掉。第四个他写错了，把它画掉，改成篮球课程，哇，好可爱哦，森林勇士。啊，我的衣服嘞？我的衣服呢？哼，绘图画车观察。啊，我没有我的衣服，包里面有没有啊 ？So glad I did my English homework already. Miss Stroud's pretty nice, and she likes my stories. 我没有衣服。衣服，还是我要去我爸房间看一下。嗯，好像没有看到衣服了。我要去我爸房间看了。走吧，我们去我们爸房间看一下，可以进去吗？爸爸的房间，进去。嘿，嘘，你们可以拿来改造的，改造成铠甲的，一定有，一定有。香水，香水。I'm glad Dad kept on perfume. 妈妈是，妈妈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还是？还是那个、啊、哦，我家以前有这个哎、欸，我家以前有这个哎、欸，爸爸哎、欸，拿去，可以拿去改造吗 ？Only the new magnetic waves of my cleaning machine can save these pants now. 拿到东西了，按 I 可以打开包包，骗人，按 I， 哦哦哦，右上角，所以这个不是我要的东西，也许我之后拿去洗。我家以前有这个哦，还在哦，这个东西还在，超酷，壁橱 ，open， 那、欸。怕被亏，他找到钥匙。哦，一定是小孩不能够拿的东西，所以我要想办法找到钥匙。这边有唱片，有香烟，有箱子。所以要想办法可以垫上去。椅子，你很有趣哎、欸！哎呦。我才钥匙会在里面。So angry at the police. 这是什么东西？2015年4月10号，亲爱的李队长 ，Dear Captain Lee， 因为你没有回我的电话跟邮件，所以我才写信给你。这一期也再次证明，我一直都比你和警察更关心这个案子。保护公民和纳税人的安全是你的责任和义务。希望可以收到你的回信，否则我会再次给你写信。至此 ，Charles。哦，我懂了，可能是。他妈妈真的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他们可能遇到了歹徒，还是怎么样子，然后所以他妈妈挂掉了，所以警察已经没有在专心的追这个案子了。可是我们的爸爸就一直写信给那个警察局。其实这个爸爸人还蛮好的、欸。I remember Dad yelling on the phone a lot. 这是警察局对不对？我很能够理解你在几年之前遇到了这些经历。由于这次是一个很艰难的调查，恐怕我们已经散尽了所有的资源。如果你想不带着任何情绪讨论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可以跟你洽谈。关于你的案子，我仅会向你收取一个月的调查费用。侦探社，所以他还找了侦探社。Jeez, Dad wrote a lot of letters. 其实他爸很爱他妈，对不对？然后可能他妈就是过世，然后再加上这些繁琐的事情，导致他的情绪一直很不稳定，所以只能够借酒浇愁。我觉得看起来应该是这样诶，亲爱的埃里克森先生，我们很遗憾的通知你，除非你正式进入州级或者是联邦调查环节，否则不能够调查任何监视器。高速公路，可能是追撞车祸，然后他跑走，感觉像是车祸。哼，推敲出一些东西来。好，我来了，拳头印记。I've never seen Dad get that mad. 这也难怪了。It really scares me. 好，来了，推敲出一些东西来，好有趣哦。他不像之前那种主线就是他硬要你知道。我来了，电话在哪里 ？Chris, answer the phone. 来了呢。OK. You don't hear the phone ringing off the hook?哎，他挂断了。他
他自己啊啊，他自己挂断的啦。电话号码是什么 ？Chris, thes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numbers for you on this list. Pizza, 雷诺兹爸爸的手机。我可以打电话吗？使用。哎呦 ，B B B， 呼叫雷诺兹是谁啊？喂。Hello. Hello. Hi, Mrs. Reynolds. This 隔壁 is Chris. Chris Erickson. Well, of course I know who this 隔壁 is. What a nice surprise. Hello. Are you okay? Is everything okay. all right? Yes. 还不错 Well, everything's great. 好可爱的游戏哦 I just want to see if maybe Stephen could help me add more. Stephen 应该是隔壁的那个隔壁的同学， like、隔壁的孩子。Dad build it.I want to add some booby traps. That's so sweet. I'm so glad to see you playing outside like a real boy. Yay! Well, anyway, I'll be happy to let Stephen know his services are required. He loves that treehouse. Stephen 不知道是不是他 Dad, 他老公或者是他的孩子。What that guy? Thanks, Mrs. Reynolds. Who do you mean? 好，先这样好了，我们不要去玩电话。没有，我人很好。帽子不能拿帽子，我还没找到我想要的东西。奖杯、照片，爸爸以前会打篮球。2005年，现在是2015年，过了10年。Yeah, look at the scoreboard, motherfuckers. 我们再去爸爸房间进入。我觉得这个比主线还好玩呢，虽然都是在小小的地方，但是你可以做的事情好多，可以做的事情好多。打开包包，按 I 嘛，对不对？我有裤子，我是不是要拿去洗啊？在拿去洗之前，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上面的东西我们看过了，里面就是一些爸爸藏起来的文件。我想找到钥匙、棒球棍、香水、棒球棍。观察。I hope I get to go practice with Dad again this summer. 感觉妈妈跟爸爸还在的时候啊，他应该是很幸福才对哦。灯，哦，坏掉了，他爸可能没有注意他。嘿。哦。Ooh, the mystery of the secret key is solved. Yeah, 把它拿走，把它拿走。Ooh, ooh, 不要讲一样的话。The secret key is solved. 答案字，嘿，捡起来。哦，手上那个好痛哦。Yes. 有钥匙，这个是我画给爸爸的吗？好可爱。I know this drawing sucks, but it's cool that Dad put it here. 哦，我以后要是有这种儿子就好了。他会把我怎么画？就画我一整天坐在电脑前。Careful of booby traps. Yeah. 有什么东西？篮球哎，游戏机 ，Play Box， 长得好像那一台哦。先看 Play Box 好了。Oh my. 圣诞节的东西吗？可是它看起来包装很……哦，它是新的。No way. 500GB 耶。所以爸爸是圣诞节的老公公，圣诞节的老公公。Dad used to always talk about this basketball. 他退休的那个篮球吗？阅读。Dad never told me he had a new. Charles， 很抱歉，昨天晚上跟你这样子说话，我只是气你在我表达我自己的时候，你似乎没有认真在听。我的工作压力可能很大，我也知道这快把你逼疯了。这也是我想更多了解你的世界的原因所在。我讨厌。看到你在使我幸福的时候，自己却如此伤心。我仍然在等待着和你儿子见面，可我感觉你可能觉得我给你丢脸了。别生气，我希望只是我想多，但你确实说了伤感情的话。我在很多方面在乎你，只想表达你，只想向你表达，我自己，以便你了解我。在我心中，我们已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体会到这封信所表达的一切都是我内心深层的真切的感情。你的小小舞者，哼，奥德拉，哼 ，Your tiny dancer， 哼，哼，哈 ，Wow， 这是什么 ？I had fans when he was playing in high school. 这是什么？亲爱的查理斯，我12岁了，希望有一天可以打职业篮球。我爸妈带我去看你的所有的比赛，你在场上的表现非常的棒。上一场比赛是我看过所有的比赛里面最精彩的一场。我希望你会被某支 NBA 球队选中。谢谢你，下场比赛见 ，Todd。可爱。
That's scary. 这是什么？ Is alcohol drinking your life away? 酒精是在把你的人生喝掉吗？戒酒公司，他爸想要戒酒。So we moved because dad couldn't pay for the house. That sucks. 我们之前的房子被扣押了。Dad got fired. That's when he started working for the railroad. 他现在在学校哎，教学管理处。哦，我们的爸爸原本是篮球教练的感觉。尽管我们全体教员尊重你的经验，还有果然妈妈是挂掉了，但是你已经因为多次攻击性的行为被谴责，然后被发现下班之后发现游泳池有啤酒罐的事件。啊，这边是他一爸一落千丈的故事，没了，没有拿到我想要的东西。哼，好，那我要再去回去我房。哎，床可以互动吗？可以看。Mom and Dad would always let me sleep with them. 只剩下一个枕头了，没有其他的枕头。嗯，好像爸爸的房间都看得差不多了，对不对？这个是什么？七岁的时候，2014年，今年应该是2015年，对不对？五岁，两岁，两岁这么高，刚生出来。哦，那边是底啦，是吗？是这样子吗？这么高？还是因为我太矮了？离开。哎呦，啊，他刚刚说什么？如果我用过什么东西？爸爸还在吗？哎，爸爸暂停了。哼，好，我先回去找一下我的衣服好了。我想玩一些好玩的东西。也许我需要去找一些服装。好，我们先去洗裤子好了。这是洗裤子的地方吗？洗衣机有在这里吗？我们家好像没有很大哎。剃须刀，使用水龙头干嘛？镜子，使用。后面有东西对不对 ？Okay, Cape looks good. It's not enough for a real superhero. 我知道，可是我的东西呢？有没有什么东西？贴纸、漫画书，不够，不够，不够。爸，跟爸爸讲一下话好了。对话。Hey, sports fan. Hey. You up for watching the game with your favorite MVP? No. Sure, Dad.How's the game going? We're kicking their asses, for once. Ow. I like it. Cool. I like it when the good guys win. Yep, me too. 一想，他爸其实人真的不错哎。妈妈以前也常常看比赛吗？ Did you and Mom watch a lot of games? 为什么要去挑逗他敏感的神经啊？ She wasn't a big sports fan. Really? Funny, huh? 那你怎么遇上的？But she liked to sit next to me and read. 真好。You got that from her, for sure. That's cool. 很文静吗？ What did I get from you? 身上就是那个文静文静的那种气息。My hero skills. Okay. 那你可以帮我拿我的 hero 服装吗？你赢过很多比赛吗？ You won a lot of games, didn't you? That's what those trophies say. It's so cool that you're a sports hero. Sport hero. Yeah, it was.Everybody knew my name. I wish I could have seen you in action. Here you go. Those were the good old days. 你可以教我怎么投篮吗？ Man, I hate saying that, but they really were. 那先这样子好了，好不好？先这样。Okay. I'll see you later. 等一下再叫他帮我弄松树。我想先去观察一下我的东西在哪里。Get ready for the tree. How? Can we get one that's like 10 feet tall? Only if you cut one down, Viking. We might need a bigger castle too. 我们的家里的经济状况好像不允许。我们家有没有洗衣间呐？有吗？有 laundry room 吗？电话、椅子。我们家没有洗衣间哦，这是什么地方啊？好恐怖哦 ！Oh my god! What? 好黑哦，这是洗衣间啦。可是好黑哦。电灯呢？哦，电灯开关，好多了。洗衣间，洗衣间，洗衣机。爸爸的裤子丢进去。我要使用我的超能力了吗？洗，观察。那就脏衣服放进洗衣机，一起洗。一次洗一件是不是有点浪费？扔进去。
贺金贺金贺，然后洗。我到底洗他干嘛 ？I hope I said this right. 他会好吗？等他一下，也许等一下就好了。阴森的门，打开。哦，地下室吗？你是超级英雄。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下回。Careful. I think I'm not alone. 怎么突然超展开了？什么鬼地方啊？哦，好帅哦！嗨，热水器怪，是热水器怪啊！驯服！啊！我命令你臣服于我之下。Yeah。非常好。OK， 我关掉热水器了。Yes， 太好了。Well, that wasn't too hard. Yeah. I've tamed the water beast. 我是玩哦，众人队长又赢了，热水器重新运作了。太好了，这是什么？我可以立哦，所以这是有些好多好多任务这样子吗？对，死灵法师是在外面，所以我完成一个啊危险的啤酒罐，我要去找啤酒罐，我要去找啤酒罐。The water heater was down again, so I fixed it. Wow, back on. 嘿嘿，厉害吧 ？I know you hate getting in there. 啤酒罐呢？可是啤酒罐我是不是把它丢掉了？哎，对啊，还给我啤酒罐！哇，还是外面还有啤酒罐啊？垃圾桶，盘到屋外。哎呀 ，I hate that beer can smell。吹丢啊啦！经验值加500，对，不愧是超级英雄。搬出去，搬出去。外面在下雨吗？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使用那个啤酒罐。我还有什么啊？我觉得我的服装应该是在外面欸，对不对？何不我们先去外面一趟？这个是那个热狗人吗？很想玩《芥末派对二》，不过要先解锁爸爸的手机。爸，你的手机在哪？爸，你的手机这是什么？天才火，好，交给我。哦呦，会不会被烫伤啊？台湾好像没有这种东西哦，对不对？因为台湾冷到不会用这种东西，也没有卖吧？哎呦，这样会让家里暖暖的吗？伟大的木头牺牲了。burn！ 来喽，我施展我的超能力喽。burn！ 你以为你是 Amber 吗 ？Yeah， 可以了。把你的手机呢？哦，车钥匙，嘿嘿，幸好我过来。Dad, I found your car keys. That's where they went. Oh, I swear I had them on me, but they must have fell out of my pocket last night. 好 ，just put them in the bowl. Cool. 我一定不会放进去的。Yeah. 我要开车了。这里可以拿吗？他们把衣服晾在家里哦。可以拿吗 ？Dad loves his that notebook. 哦，是那个可能在计分的东西。whiskey 瓶子。来咯，哦，没有办法互动。小孩子不懂啊。哎，我没有办法用超能力哎。啊！吓死我了！我没有办法使用我的超能力，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吗？
draft this guy and not me? How? Run circles around that gu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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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可以了。嗯，八秒四。I see what you're doing. Stop it. Do anything. 好，希望我真的可以让酒蒸发哦。能了，不理爸爸了，我们出去外面晃一下吧。嗯，不要，不要放下钥匙。电脑、手机、手机，找到手机了。解锁。我可以偷偷用爸爸的指纹吗？哦。I need a pin code. What is it?你们知道密码是什么吗？密码，麻的生日。观察，麻的生日。热狗人，出现了。想加入这场革命吗？想和Swag Dog Man 哦，不是 Hot Dog Man 哎，是 Hot Dog Man 玩耍吗？让你的孩子拍张涂满芥末的照片之后发过。Oh my god.I can't see Dad selling homes. Uh-oh. 爸爸想卖房子了。下一页。Whoa, is he getting us tickets again? HeroCon! HeroCon! Con 就是有点像是展场的感觉。Hero 就是英雄，所以这是有点像是英雄展场的那种 feel。像是 VidCon, VidCon 就是 VideoCon, 就是影片展览会。然后它里面就是会请一些 YouTuber 一起过去。像是 TwitchCon, 就是有些 Twitch 的人会一起过去举办的展览的那种感觉。That would be a blast being a 这是什么东西啊？啾啾啾啾，这是什么？集体员工？不是很懂。下一页。Oh, those are Dad's pages. 哦，我老爸有自己的网页，很屌哎、欸。可是没有一些讯息，对不对？嗯，我们需要密码。有没有我们在过程中有推敲到什么东西吗？就是谁啊？这是朋友写给他的信，在说你丧失了那个你的老婆，很遗憾啊之类的那种感觉啊。爷爷奶奶。哦，我需要密码、照片、书、观察、散弹枪、散弹枪。散弹枪，哼，拜拜。哦，玩具枪啦，玩具枪，要被骂爆了。Oh, cheap shot, I'm going down. 啊，哦哦，我杀了我老爸。You can't kill the zombie jock. No, no, that was a headshot. I am.A super zombie. 其实他爸人很好哎、欸。Superhero. Can't argue with that. Zombie down. 他爸人很好哎、欸。Captain Spirit strikes back. 他爸人真的超好的、欸。哇。观察。观察。I wonder why Dad never hangs out with Nick. Nick 是这个大胡子吗？西部乐园。No. 书。这是什么 ？City of the Pen， 五十个 Pen， 哼，痛苦之城。没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还有书哎，看一下好了。I wish I could have gone on a hike with Mom。这是马以前的书啊，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密码，拔密码，拔密码，拔密码，密码拔，拔对话。Dad。对话。Dad。对话。Dad。对话。Yes, come on. Hey, Dad. Chris, I know what you're doing. Stop. 对不起啦。好笑哦。怎么那么可爱啊？还有什么啊？我可以出去，对不对？对，这可以出去。后面我们也去过了嘛，对不对？好，我们出去。We never use this door in winter because of the snow. 卢小小，真的是卢小小。不能出去哦。那，你已经喝很多了啦。不要。You already drank a lot of beer. Thanks, bartender. Get me the goddamn beer, okay? 不要。我只能够好吧，好啦。
那你要理我欸。OK, OK. That's right, it's OK. 酒的话在哪里啊？冰箱里面吗？喝酒酒牛奶啤酒拿给爸爸。那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密码吗？你的手机的密码。嘿，Now that's a nice cold one. Cheers. 密码。我可以啊，我要等他中途暂停的时候才能够那个吼。Man, that was bad. Well, excuse me. 喝酒。Okay, I'll slow down, Chris. 慢慢来。This empty can is evil. Would Captain Spirit take care of it? 有了。Really? Yeah.Step aside, Mr. Erickson. Captain Spirit is here. 所以他爸知道我是那个英雄。This can's gonna destroy the town. 嗯 ，Yeah. That was too close. 哇，他爸直接干了一罐嘞。Captain Spirit. I'm always here to lead my team to victory. 好猛哦！我破一个了嘛，对不对？哎，怎么没有？哎，我以为。我以为我破那个嘞，没有吗？爸，跟我讲话。Dad. 嗯，好吧，那我再出去。刚刚有 Bob 说可以看他的网页上面有密码，真的吗 ？Oh, those are Dad's pages. Player A to Z book, player 2016到2017的状态，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哼，我想出去，可是我不能够出去。车库钥匙，刚没看见呢。Yeah， 我有两个钥匙，我有两个钥匙，所以这不是车库。车库在哪里啊？后面吗？这里是车库吗？我可以走出去吗？门，离开，离开，离开。外面很冷哦，先把老爸灌呛之后再讲。这其实已经有点像是我的服装嘞。BGM 又出来了。好疗愈哦。我可以去隔壁家吗？铁锹，参选。喂咻！有这种孩子真的是很好哦。只希望以后有这种孩子，可以帮我铲雪。台湾好像也没雪。你们觉不觉得以后，觉不觉得以后天气越变越糟的时候，台湾会开始下雪啊？有加经验值吗？没有，这是一款满满的互动游戏。我想到我的那个开车，我不想去开车。我啤酒纸箱观察，好、哦，老爸，太夸张了吧？要来了。嗯。I can't go to Mantroid's planet without finishing my costume. 我还要先完成我的服装才行。搞不好里面会有我的服装。我绝对会在里面。那是什么声音 ？What made that noise？ 对，那是什么声音？灯在哪、啊？开。有了，谁？我刚听到汽油的声音哦。密码锁，又是密码，开锁。我不知道啦。那么多密码、啊，Hello， 企鹅，观察。Mom and Dad always talked about how they met at school。这个是什么？运动家与艺术家。哦，是他们以前的那个以前的故事。It was weird having my mom as my kindergarten teacher, but fun。他妈妈是那个啊，幼稚园的老师。My first picture。好小哦。Looks so tiny and weird. Maybe I'm an alien baby。外星婴儿。
什么密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再看一次。My first picture. Coming soon. Looks so tiny. 没有，我觉得密码应该就会在里面，应该就会在这里了，应该要在这里才对啊。他应该不会弄得很复杂吧？2005年，所以这里我们要仔细观察一下。This is where Mom went to school before we came here. 2011年5月17号搬过来，我不觉得有什么值得纪念的样子。下一页。Mom didn't go to art school because of me, but she was already an amazing artist. 所以妈妈因为要生我们，所以没有去，没有去那个。Oh, wow. I remember when Mom drew that, and Dad couldn't stop laughing. 这是什么 ？Good night, good night, husband. 那就是good night, handsome. 他说老公晚安。Step two, 把被子卷走。Step three, 把被子卷完。Step four, 你怎么又感冒了？我告诉你，你需要吃更多水果的。I don't get this one. How are you? Isn't it your my Mr. Officer? 这是那个、啊，他们这可能在玩什么 cosplay 的游戏。哇哇，有帽子是不是啊？哪里啊？刚刚在门的旁边有帽子，外面吗？我等下再出去拿好不好？这里我还没有办法解开喷漆。Ooh, I can even paint my costume once I make it. 问题是我没有我的衣服啊，还有可以拿的吗？居然没有。可是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这个是什么？登山鞋。Dad never threw away Mom's hiking boots. 我可以用吗？不行。我需要什么？需要衣服跟头盔。有什么可以互动的吗？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就这样出现一下就没了，没了哎、欸。这虽然东西很多，但是能互动的东西很少。嘿咻，没看到帽子哎、欸，没有啊，没看见。你们说在里面吗？哎咻，可能是看起来像帽子，可是不能够用的吧。对，他没有出现可以对话的东西。旧盒子看过了呀，看过一圈了，在家里啊，好啊，那回家去看看吧。哎，跳过。哎呦，刚贴好近哦、啊，我可以绕到后面吗？我觉得他应该会在后面呢、欸。那个奇怪的生物，一个洞，观察。Looks like we had a visitor.我有注意到啊，可是我刚刚进去一圈没看见，什么东西会咬爆那个东西，然后再这样子钻进去啊？我的书在哪里啊？是在家里后面吗？应该要往这个地方走，后面那个地方吗？跑过去，跑过去，慢跑，慢跑，找到了，有雪人呢、欸！哎呦，哎呦，死灵法师，原来是你！Oh, Snowmancer, this is sad. You used to be a good enemy. Look at you now. How are you supposed to train me to fight Mandroid like that? What can we do? 我来帮你布置布置。好可爱哦！没有玩过雪，我想玩雪哦。那是他爸的雨刷吗？这是你爸的啤酒罐吗？我现在可以攻击他吗？对啊，原来死灵法师是一个雪人啊！来喽，炸飞！出现了西部牛仔的 BGM， 哇！一阵肃静。哇！好强哦 ！Yeah， 太猛啦 ！OK， 我们到我们的书上面去看一下。秋千坏掉了，不能够用。可以爬上去吗？可以耶！
向上爬。哎呦，圣地果然是正义的一方，没错。哎呦，有没有我要的东西啊？我的铠甲呢？没有铠甲，这是我的小窝哎。这到底是什么啊？它有好多这个娃娃。That's Noctarius's son. He looks like his dad. 就是房间里面那个娃娃哈。小时候真的有这种秘密基地，很棒哎。观察。I had to rescue my old cereal bowl after Dad used it for an ashtray. Gross. 我小时候有个秘密基地，秘密宝箱。I can't let Dad find my secret stash. 哦吼。Ever. 好，所以我要用我的超能力了。Open。那眼睛怪是什么 ？Open Sesame。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对，好想要这种书屋哦，棒球卡，不有他爸爸的那个啊 ？These are my favorite baseball players. Even 都是 B， 都是 B， 有他爸爸吗？没有。学校的信，秘密。Now I can use this to reveal the full map to my next adventure. 第二部分，所以我要先找到第一部分。这游戏其实很复杂哎，这游戏没有那么简单哎。哎呀，这是什么、啊、？Harry did say mean things about Dad, but I can't let him see this. 亲爱的老爸先生，我想告诉你，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他们打了一架。OK， 所以他把这个信。私藏起来。This is my worst report card. Oh my god! 数学 B 减，体育 D， 英文 C， 历史 C 加美术 A。至少我美术还可以。连环漫画。I loved watching mom draw her comics. 这是妈妈的漫画。你最喜你在做什么好吃的？我是小情人。你最喜欢的披萨？情人节快乐，甜心哦。啊，盖起来。他剩下的就只有他妈妈的回忆了。海盗，天空海盗，啊，就是他的那个同伴。Sent your last report. Did the storm cause any damage? No, Captain. The magnetic field protected us from any harm. 磁场。We're lucky to have you. Keep up your good work. Yeah. Okay. 所以还是没有看到什么我需要用到的东西。去瞭望点看一下好了，过去看看。哎，是那个坐着会跑出 BGM 的地方，对不对？喜欢，喜欢，真的是这游戏里面最棒最棒的部分。超舒服的。这种非主流的游戏啊，喜欢的人不会很多，但是喜欢的人真的很爱，也真的是很谢谢 Square 公司他们做出这么棒的系列，不觉得吗？有时候游戏就是这样子，你知道，不需要特别去做什么东西，只是享受那个过程中带给你的感觉，那种轻松的气氛啊，尽管不会像是什么市面上那种三 A 级的大爆炸啊，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像他这样子天真无邪的那种感觉啊，做一些感觉像是生活中无关紧要的事情，在游戏过程中你找出的一些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哎呀，还记得小时候在这种年纪的时候都很想要快点长大，对不对？但当你长大的时候，你回想小时候那种觉得哦，我自己是超人，然后总觉得坏人永远打不赢你的那种天真的时候，还有那种跳下楼梯觉得我很厉害都不会有事的那种年纪，当你长大的时候跳个五六格楼梯就觉得怕自己把膝盖摔伤，还是这个年纪好。好，我们刚刚上去了一趟了，这是什么啊？哦，我房间啊，我可以绕一圈回去，对吧？涂鸦，我可以画画吗？啊，我以前画过。Jerks, like people don't drink in bars around here. 我看不出来是什么哎。
WWINO 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垃圾场欸，这是家里的一些废弃物吗？垃圾堆，进入，进入，可以进去啊。什么地方啊？又来了，又出现了。哎呦！向左，这什么地方？这就是我的幻想，对不对？这就是我的幻想，对不对？向左，我在绕圈圈，对不对？这是什么鬼打墙啊？再向左，我在鬼打墙，向右好了，向右，我在鬼打墙欸，向右。这是不是有一个一定的，就是要有一定的那个顺序，我才会到达终点的地方？刚刚的地图，对对对对对，先离开，先离开。可是我刚刚的地图只有那个，只有半边欸，先离开。我刚到底进到了什么东西？我刚地图好像只有半边欸，我可以看吗？看了一下，看不到我的地图欸，可能真的要合并之后才行。这边有东西亮起来了，还不够哦，它有很多很多怪物啦。这游戏其实要玩超久，超级久的那一种。我要进去啊！我要进去找我的衣服了。垃圾堆，准备，准备。Nothing can escape the deadly aim of the deer hunter. 嘿，嗨！我要施展我的超能力哦！哦，那么多、哦。左右左左 A B A B。欸，你们有没有去过夜市看过这种游戏啊？那你们是不是都有做一些小手脚，让你很不好射到啊？哦，雪球，我会吵到爸爸。我可以自己丢吗？Oops， 再一个，再一个。一颗。你觉得它会破吗？你觉得它会破吗？我至少投三次，好不好？搞不好什么隐藏的剧情啊之类的。再一个，不会破不了，好吧？那也许这边的玻璃比较脆弱，试试看。不会，好吧，那我还是乖乖的投他。我也想丢爸爸，可是爸爸在里面呢、啊。防弹玻璃吧。哎，超强啦！还要再丢一下。没碰过雪球这么硬吗？应该还蛮硬的吧。哼，哇，这么难倒哦！再一个，哎呀，哎。瞄准， yes. 有了啦！ Yeah， 两个任务了，超强，超强两个了。我觉得今天应该破不完所有的，我们可不可以解主线啊？这应该不是必要的东西吧？对，先进去吧。有 Bob 说，有 Bob 说那个，好，先把一下水、雪，把雪弄一弄，不然会虚虚的。有 Bob 说里面有安全帽。我没看见安全帽啊！你没有看见安全帽吗？拉拉链，安全帽，这是出去用的东西。
帽子不能够拿。你们说的安全帽在哪里啊？我是没有看见安全帽哎、欸。然后车库的钥匙，哦，哎，爸爸是不是可以？爸爸可以聊天了，没有在看了。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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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Dad, you sleeping? 爸，那个密码。Hey, wake up. 密码。Dad, come on. 密码。Huh? What? 密码。Who's there? Who's that? Dad, it's just me, Chris. 密码。Whoa, whoa, hold on, buddy. Okay, Jesus. 等我爸会过。Dad. 爸。Fuck. Dad, are you okay? Do I look okay? 熊爸爸欸。No, I tripped. Can't even watch one goddamn game.Fuck! Uh-oh. 醉了。That's just great. Oh, I think I sprained my foot. Shit. Chris, why did you wake me up? You told me to wake you up. I thought you said the pine tree. Pine tree? I can't even walk in my own house, man. You should be careful when you're, you know...When you wake up. Don't be a smartass, Chris. I'm not in the mood right now. Yeah, Dad. Okay. Jesus Christ, who is that? Go answer. If it's some salesperson or some church group, you just close the door on them. It's nobody's business. This is our castle, and it's our family. Right? 我怎么觉得有一种不妙的感觉啊？对啊，感觉要出事了。这是奶奶吗 ？Gee, that's a lot of beer. 是奶奶哎。No. Yeah, Dad had a party for the game. I didn't see any cars in the driveway or. 我陪他一起喝啊。Must have been a good game. Anyway, how are you, Chris? Good, Mrs. Reynolds. 哦，隔壁啦。隔壁 just, 太太。Just. 我们在玩电子游戏。Just hanging out playing video games. You、yeah. boys and your video games. 好了，奶奶，拜拜。Like we used to. 出去。Like your dad used to. 我刚刚也在外面。Oh, I know. I'm old. 好了，出去了。But I did see you clearing that snow off the front porch. 哦，有影响到剧情哎。Good of you. Actually, I was going for a nice walk, and I thought I heard a loud noise over here. Is everything okay? 我们在装饰圣诞树啦。Totally. Me and my dad were just decorating the tree. 天，我真的是人很好哎。And I tripped over the lights, and the tree almost crashed on me.But Dad caught it, and he fell. So. 我刚那个那一声这么大声啊 ！That's some story. Is everybody all right? Yeah. 好啊。Must have been quite a scare. 你可以走了吗？Whoa, those look like nasty bruises. What happened? 你很烦欸。我这个大跟朋友胡闹。Just goofing around with some friends. Oh? Oh. Some kids at school. 为什么这奶奶这么烦啊 ？Be careful. 她步步逼近的那种感觉。And if anybody bullies you, you can always tell me. 好。You understand? Okay. Okay. Thanks. Bye. I do have to go. All right, honey. Okay. I'll check back with you later. 好。Okay. No. Me and Dad are going shopping.Okay, Chris. I think I've heard enough. I'm going to talk to Stephen about this. Oh. We'll be back to chat with your father. Wait. You don't... Please. Listen. I'm not trying to hurt you. Okay? We want to help. You're not in trouble. You haven't done anything. Just stay put, and we'll come by in a little bit.
哦哦哦哦哦哦。So what did that nosy bitch want? Nothing. Oh, nothing, huh? Uh-oh. I was listening. I heard it all. You could have gotten rid of her. What? I tried. What? Oh, you wanted to tell her that I gave you the bruises, no, huh? No, I didn't say anything. I swear. Now you want to blame me for everything? Is that what you want, huh? Dad, please believe me. Jesus, stop that whining. You're not a baby anymore. Oh, boo-hoo, Daddy. Believe me. Grow up. But I... Just like your mom. Every time I look at you, every time you talk. Stop it. Chris 他是拥有有点像是时间缓速的能力吗？超棒的欸。 Alright， 今天的 Life is Strange 2的前传 Captain Spirit 灵魂队长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希望 Bobman 会喜欢这个系列，未来推出的时候应该没有意外的话也会玩给 Bobman 看。如果 Bobman 喜欢这个系列带给你的那种轻轻松松的感觉，在我频道上面也有曾经玩过他的一代所有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代的前传，用另外一个人视角来看整起事件的故事。希望爸爸们会喜欢这个系列，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们知道，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2000个喜欢。那如果爸爸们喜欢这个直播的话，我也会在礼拜三跟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10点在 NoNo Life 上面直接直播，玩一些不是 Minecraft 类型的游戏玩给大家看啊。如果没有追上的话没有关系，之后都会剪成影片放在我的频道上面，让我的频道出现更多更多不一样的类型的游戏。那么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guys， 拜拜。